种。那你说你的大的定义是哪里？第一以上是大，差不多跟我的定义。哦，你说胸部的类型吗？不是不是，哦，其他的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黑玉。哎，是透明。Hello，Hello， 对，欢迎来到这场我请。透明应该有知道这个系列是干嘛？有啊，我以前有参加过。对，很久以前有参加过。那透明久违的来工作室了，以前还常来玩，然后后面因为太忙，然后也没再玩大乱斗了。也没有太忙吧，是那个过气了吗？好像也算，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玩。最近不是有一个叫什么动物之森，动物森友会那个。那今天的话就是东西可以自己下，看要先下什么。你这个锅子很厉害，这是 Capsule 送我的哦，真的是我的生日礼物哦，是哦。对，因为我前几天生日，然后它是两个一样的口味。那你干嘛翻？因为最近不是会说要用公筷吗？哦，这样就不用公筷了，很聪明，是不是？对，这样也可以用。那我就边问，一开始先问一些简单一点的，好，就先问 Tommy 的名字由来好了。这个有点难解释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跟我的日本的本名有关系啊，因为我的日本本名叫 Tomita， 这是啊 Tomita 姓的部分啊。那在日本的话，还蛮就是常看到的名字哦。然后那个前面的 Tommy 的部分，直接拿掉。哦，就直接拿来用，对，哦，了解。因为其实我说日本本名的话，外国人很难记得我的名字，所以我的朋友他帮我取个名字。Tomita 在日本很常见吗？蛮常的。哦，所以其实平常你也会感觉大家其实是在叫你的姓的感觉。没有哎，其实就是比较像一个 nickname， 就是称号。哦，绰号啊。那Tommy 觉得自己频道的定位是什么？这个的话，我其实会拍很多种类的，目前已经拍了，像吃有关的，哦，吃有关的蛮多的，因为我喜欢吃东西，还有时尚有关的，像介绍服装啊，或是怎么穿，怎么弄头发很漂亮之类的。那你以后有想要主要是往哪个方向吗？还是你会想要先都做？先多做吧，先都做。大家会喜欢的都会继续拍之类的。哦，原来如此。现在有尝试很多东西的那种阶段，像拍了旅游的，对，然后跟爸爸妈妈一起的家人系列，或是介绍日本文化的系列，给台湾的，对对对。现在想是有点想拍比较大计划，这是比较少人会拍的，很特别的那种计划。今年有预定想要拍什么吗？现在我已经有拍我考驾照，台湾的。哦，台湾驾照。对对对。就是外国人挑战，所以你有台湾驾照啊？现在上课啊，哦，现在还在上课。我刚刚上完课啊，我刚刚就开车。那刚刚有讲到，就是 Tommy 不是常拍吃的吗？那也看过 Tommy 很常拍，就是大胃王挑战。那有 Tommy 是本身就胃口很大吗？它其实跟一般人差不多，我觉得偏比较大哦，偏大，但是没有到那种大胃王。你说像芊芊跟露露，那太大了，那个是太大，算是比一般人大。而且我是那种一次吃的量可能比较少，但是我很快就饿，大概两个小时后啊，就会再吃一些东西。对，那你又很瘦。没有，你看我的肚子会傻眼。我摸摸看，跟你差不多了。没有，哇。啊，差太多了，都没说跟我差不多，没有差很多。那你平常都喜欢吃什么？在台湾？哎，很多哎，像这种火锅啊，你很爱，很爱，一个礼拜一次去。哦，台湾其实超多火锅店的，超多。然后还会吃什么？平常水饺、锅贴。哇，你已经台湾化了。什么意思？就是长期住台湾，可能一开始大家还会吃一些其他的，你都不会，都直接全部都吃那个台湾料理。对，那你以后还会常做大胃王挑战吗？会，因为我本身刚刚也说喜欢吃东西。对对对。然后拍大胃王的时候，就是很幸福，就是哇，这么多东西。然后我自己可以吃，所以未来还是会多拍一些的。那 Tommy 听说很常在家就是自己会做饭，那你平常都会做什么料理居多？我最近买了那个大桶电锅。干嘛笑？这是台湾人最爱的，是吗？对对，真的。然后我煮了烹肉，
贡肉，对，你会贡肉，我会。哦，好屌啊，我不会。那个很好吃。那还有其他的吗？日本料理都会啊，像亲子丼啊。哦，亲子丼你会平常会自己做？嗯，突然我就想要去你家吃饭，下次。我就说由我来请你，我就说 Tommy， 我今天买了个食材，然后我去你家，可以可以。那 Tommy 大部分遇到都会遇到什么类型的酸民居多？我觉得我的酸民还是比较少一点，有一些就是说胖了之类的。哦，真的假的？但是这个不算是，不是你胖，没有比之前了。哦，好，这样胖，而且你很高，你跟我差不多几公分？185。对啊，你又高，所以我觉得还好。可是会有人攻击长相，对不对？或体型之类的。嗯，有时候会有一两个。很多啊，想起来了，哪一个？我的牙齿啊，因为我的牙齿其实没有矫正。对，嗯，而且会有这种比较不清晰的感觉。其实我也有，我特别笑的时候比较明显，是看得出来。但我觉得台湾人对牙齿很严格，真的。日本人不会 care， 日本很多艺人也是都是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反而觉得啊，很可爱之类的。哦，所以会有人攻击你牙齿？嗯，我应该最多是攻击牙齿吧。牙齿，因为还蛮明显的，我自己也有发现。嗯，确实。可是我觉得，我也觉得还好。我自己觉得根基当然不一样，那就有魅力啊。哦、我是这种想法、哦，不一样的感觉。对。那你通常遇到你会怎么回复那一些酸民？我其实不太会回吧，就是我会看，然后就觉得啊，又来了。因为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就觉得啊，真的那么不好看吗？这样子，而且然后那个数量越来越多，然后就觉得。原来不是只有一个人在意，是这样在意。对，所以就觉得我有考虑戴牙套嘛。对，但是现在觉得，还好，还是还好。其实我也觉得还好，特色。对，所以都不会回。啊，就不理他们这样。有一个是观众问的，之前有跟艾丽莎莎有合作一部就是交友的实验，然后那时候 Tommy 是扮演就是渣男的这个角色，然后那时候有问说 Tommy 是讲说喜欢胸部大的女生，那实际上 Tommy 真的是喜欢胸部大的女生吗？那你说你的大的定义是哪里？第一以上就是大，差不多跟我的定义。哦，所以你喜欢吗？也不用太大吧，我是喜欢啊、哦，对，也不会太大，第一那种是刚好、哦、上下这样。对，那你喜欢的类型还有哪一些就是条件吗？你说胸部的类型吗？不是不是、oh. 其他的就是个性啊之类的、女生的类型。对，我很喜欢会做菜的，因为我爱吃嘛。如果他就是可以煮给我好吃的菜的话，你会很开心。我会很开心哦。还有其他条件吗？外表身高的话，我其实身材都不 care、虽然我刚刚说喜欢大的因为有些人很在意，像胖，我反而胖比较安心的感觉。啊，对对对对。那身高应该会希望不要太矮吧，因为你太高了。也还好啦，我没有很喜欢很高的。哦。那个范围的话，大概152到163。185，30公分，好像可以耶。这样不是人家说的，就是最萌身高，最萌身高差。对对对对对。好像有耶。那。假如说你今天啊不做 YouTuber，你会做什么工作？这个我好像没有讲过哦，真的。我以前的梦想职业就是想要当翻译的人，因为我喜欢学语言啊，像现在可以讲中文跟英文，然后以前那时候我可以讲英文跟日文嘛，日文那就可以就是翻译。然后我本身也很喜欢直球，那我可以当，因为日本很多像那个 professional 的。Pro 的专业的直球的团体、oh. 然后那边的教练通常是外国人、然后我如果翻译给那个日本选手是日本人嘛、那就我想要就是、帮忙中间翻译的，对，而且又是足球，对，我喜欢的所以都没有学过踢足球。我从小学五年到高中毕业一直都疯狂做直球，很酷呢，所以对想要做这种职业，就是翻译人员这样、我觉得这个很不错，还蛮酷的、对，难怪 Tommy 每次在那个 Capsule 运动会的时候都表现得很好。也没有啦，体育算比较好，体力比较好、还可以，喜欢运动。那今年啊在频道上有没有什么目标？频道破50万吧，我觉得应该可以。那要努力啊，企划嘞，我想要做这个是还在我的脑袋里面啊、还没想好构想的。但是我想要学
乐器啊、哦，乐器，嗯，你原本会一点点的吉他啊、哦，吉他，那真的很一点点，嗯，所以想要学这一些乐器类的，这样、嗯、想学什么哪一个？我很好奇那个，那个叫什么？打鼓，打鼓、欸，对，其实我也会，每次听音乐听到那个打鼓的部分，会觉得很热血，我懂我懂，对对对，会有种热血感，真的会想学鼓，想，可是还是看看，因为太忙要有时间，对对，那最后想要请 Tommy 举例三个台湾跟日本的优点，好，先哪一个？先台湾好了，先台湾，嗯，我觉得人情味吧。哦、oh, ，可能很多外国人都已经讲、oh, 哦，但是真的是对我们外国人来说是非常的亲切，然后悠闲、嗯。这个其实蛮明显，因为从 YouTube 就可以看到，对 ，YouTube 会互相 fit。对，在日本比较少，对不对？比较少。嗯，之前有跟其他的日本朋友聊过，日本好像比较害羞，或是我们就是比较少外国的 YouTube 吧，几乎都是日本人的 YouTube 啊、哦，所以比较少会交流这样。嗯，了解了解。那第二个呢？第二个是美食吧。那在台湾吃到各种料理，真的是都有可能。真的是来到台湾一定会胖五公斤的那种。我这个人没有，但是很多人都是这样。真的，这个会。嗯、而且台湾最不好的部分是到晚很晚有卖宵夜。像咸酥鸡或是什么盐水鸡，对，烤肉串，对啊，这凌晨十二点还在卖耶，对你到半夜三点都还找得到，所以就觉得啊，太有机会了，而且会有那种一条街什么青州小菜，那个真的不行，会胖会胖，超级。那还有第三个，这个也是以外国人来看的角度，交通方便，我是说捷运，捷运对不对？我特别喜欢捷运跟 U bike。因为捷运的话，日本也有很多地铁，但是日本的地铁太复杂，对外国人来说，真的，你是东京或是大阪，新宿车站有够复杂，你会死掉。就是很多出口，然后很多不同的名字的捷运站，对对，然后有一些会同个名字不同地方，对对对对，连我去东京也是都会觉得复杂，但是台湾捷运几乎都很简单、嗯，就是他们有分沿四换车的话，在这边换，就是很明确、哦，很明确。然后 U bike 的话，我们日本比较少那种可以借的，哦，因为都是自己买，对不对？嗯，哎，那刚刚讲三个台湾的优点，那三个日本的优点呢？我觉得日本的优点是啊，空气很干净，干净哦，这个是真的。还有第二个是这个有点像天气很好哦，天气很好，几乎都不会有雾雾的或是下雨天，我们都那种有太阳的。哦，天气好，这个不错。还有一个，我觉得好吃的东西吧，美食，美食也很好吃的，像拉面啊之类的，那个拉面真的很好吃，而且专业的人去日本不会吃伊兰拉面，当然不会，真的不会。你知道日本人去伊兰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吗？我不知道哎，会是怎么样？超级醉的人，醉到已经没有那种头晕的状态，然后啊想吃东西，那去伊兰，因为伊兰的优点是24小时开嘛，所以喝完酒之后、嗯、直接去吃一波。对，而且这是对我个人的意见了，依然是我的话，这样的时候才去。哦，嗯、原来如此。对对，好啦，今天谢谢 Tommy， 谢谢。不会，谢谢邀请。好啦，那如果各位观众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记得要去订阅 Tommy 的频道，那按赞我们两个的粉丝团，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。那有想要之后邀请谁的话，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们说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，拜拜，拜拜。